先讲，接近你讲一下哈，你进来一点。我先讲一下。那我现在跟小叶哈或者晋赏哈在互动当中，对不对？啊，刚开始是没有接触的，对不对？那他攻过来，我防守是不是有接触了？这个时候就开始听了。那我接触的时候，本来小叶的手在这边，他的左手他就飘上来了，对不对？我说的过程是这样。那飘过来，这个手我不觉得危险啊，可是这个呢，危险，这个叫听进，这叫威，受到威胁了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他这个飘过来，他这个很轻粘连嘛，那我碰他，他一定有个连随的走向，有没有？但它是个圆形的走向，对不对？太极的图嘛。那我现在威胁在哪了？有可能是这边呢，有可能是反向大，有可能是下面呢，对不对？但一般人会追到这个跑，因为这个是消失的这一面。那如果我是用这个追的跑，我很笨，我只动手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这个全身都在动呢？要把我吸回去呢？所谓吸回去，然后我再进去呢？就是这样，或者是那样，方向由你决定，好吧？小叶，你等下往那个，因为你刚刚已经吸我回去，可是你没有丢，对不对？也没有顶，那你把我这个哈，一定要到这个竹子哈这个地方发轻，对不对啊？但是这样，因为意念的远近由你做决定。小叶，你不要把我发在竹子上哈，你先吸进去，不要把我发在竹子上，还把我拉回来。有那么强大的劲把我拉回来，哎，好，再放手啊，不要急，你懂这个事。他已经回来了，你不要攻击你们啊，这里面很细的。好，又搭手了，我一只捧手，他两只按手，对不对？捧，那他接的轻不轻呢？你看他会粘连着，然后又连水，对不对？你现在是这样走，那我现在是这样走。如果光是这样走了，那你就挨打了，我就挨打了。所以我这样走，我也不能只有这样走，或只有这样走，就是动手动肩。我要动，最起码我这个要阴阳，是不是？我这个也在动，你是不是也全身在动？你感觉是不是全身都在动？如果光是这样动呢，他全身动，你看我后面的身体不动就是了。这一个一个现象都可以说得出来。那我在动的时候是全身动，对不对？小叶，你对着镜头讲，你现在有没有发现有空隙啊？没有空隙可见。他发现没有空隙，有没有凹凸啊？有没有断续啊？没有。那我既然没有凹凸，没有断续，没有空隙，那他要试着打我打进来，来打进来，哪里挨打了？脖子挨打。来这个地方，脖子挨打了。可是他明明。说这边挨着我了，好，再回到原来归回去，对不对？好，你攻进来，我是先这样，对不对？我并不是你攻进来，只有在这，我就要这受力就要到这，这一段时间空间，我还没有上去嘛，啊，这样子我一换手了，我换到这来了，感觉是他已经在这了，可是他打打看了。因为手已经被，因为你的身重心失掉了，他从这边的重心，对不对？我给予他重心，他就打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在打，没有的话，他如果不撤呢？你觉得他可以打我吗？因为从那一段已经到这了，对不对？那我这个到底是不是死的？如果我是死的，小叶，你告诉我，你先不打我，这是不是死的？可以打。就可以打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心里面没感觉，我再还原，但这个是相对于凹了，我再还原我这个。啊，如果你没有动的话，又不能打了。如果你没有动，我撑你，你打我，因为镜子我丢你，你还是打我。所以在你失衡，我取虚而有余的平衡，那你怎么打？我要你轻轻碰我一下，我要用起，是不是就起了？来，再打我一下，我用单按，是不是单按了、啊，对不对？因为失掉平衡的东西，对不对？那再打我一下，我用轴，会旋转的，对不对？那又失掉平衡，你再打我一下，我就靠，
我用一个招式哈，他还是挺在打我脚。这个是什么斑斓？这边蓝了，这边什么垂了？啊，我下面还没用。所以人的东西哈，一接，所以接近很难。小叶，我你过来，我这也没接。来，这该怎么办？因为我帮你，你再接我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的曲直，对，你的 S 型，对不对？然后有一个什么直线，是，这不是有一个曲中，曲中求直，来，曲中求直，曲中求直，曲中求直，这是玉啊弯弓呢，好吧？哎，对，然后肘往上打，肘往这样打啊，你刚刚是这样，是这样，等一下肘往上打。就这样，肘往又往下打，再过来啊！那你明明都是知道嘛。那所以几分钟呢？六分钟。好，我再讲一下。所以我呢离开，来离开小叶，你要打进来是不是隔空的？轻重由你做决定。我不说你一定要柔来打我，去来打我啊！啊，又轻柔的打，还是一样。没有凹凸，没有断续啊，没有什么，没有断续，没有凹凸，没有，凹凸断续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无始断续处，无有凹凸处，无有呵呵啊，就是说不出来了啊。好，再隔开。想要距离来打我，哦这样，是因为第一下对不对？好，距离来打我，第一下我不是碰他，哎，我一碰他变换比较快了，对不对？你还是用刚刚的距离来打我，我有凹凸吗？有凹凸，我是不是今天已经达到了？因为在你的过程来，你力量大一点，慢一点啊。什么时候落空了？现在。你看他打我，其实我已经在这，太极拳不是隔空在打啊。因为他的势还没有停顿，你告诉我，所以太极拳是动态当中连着的时候就出去了，再来一下，是不是连着的就出去了？我不收拳的，但外加拳可能是这样。那哎，你就进来，为什么我还要收着打？你有练过那个钢墙里面不断的东西吗？啊，所以你不要看你。练这个，因为钢墙也是不断的，绵绵也是什么要不断的。来，提钢墙一点，我这是不是绵绵不断的，几下了？所以你就跑掉，第一下稍微重一点，第二下轻一点，第三下没有。啊，那是因为你的因素我打不到你，你这样啊。但今天说两个人来了哈，不管你快慢，是不是都接上了？啊，走，那他这个能打吗？你觉得好不好打？那我这样子呢，我给你一点，本来这个东西它不好打的东西，我给它打又更大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已经不好打，我不给它，你从这打嘛，那第三下还是打不到，它自己退了，对不对？来，再来一下，来过，你感觉就打了，对不对？等一下你用个起，好不好？你感觉到了，你这个后手打来，好，是不是？就告诉你这方法，当然你也可以用铜来的，来攻过来。现在你用捧起看，来捧起，再起起起起起起。我用了一个什么？他说整个都吸进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能接近是什么？来，跟我攻一下，能吸进来复弹出嘛？这个叫接近，但这个很难呢，因为小叶你刚刚是要打我脖子，再来一下，为什么没打到我脖子？因为还在亮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我再做一个里面很奇怪的，是不是就上去？今天你是没有要把我搞昏，你只是把我送到最终，送到这边。如果你稍微搞我一下，要不然就来了，不来了。你总知道打就打起了哈，所以能接近来。我这个已经在接了，对不对？你动我一下，我是不是在接了？啊，你不要认为他会停到那，因为那是背势的问题，那是不是背势了？是不是背势了？这样打，这样啊，不能打的。可是这个顺背，如果这样来，再来过，我顺什么？就捅，来捅到人家身上，对，再来，
捋到身上了，对，来再来，捋到身上了，对，不要把它撞坏了，来捋，不要捋到身上，我又捧到他身上，哎，灯又打了，捋不要捋到身上，捧也不要捧到人家身上，哎，对，我这慢慢的就跟见到鬼似的就跑了啊。